哎，恁海燕到底住伫南投？哎，海燕到底住伫边？埔里啊。啊，埔里啊。搬来个。埔里真正好山好水。这地动房啊，六个娇娇娇死。是啊。啊，这两餐有恒哥，郭有恒去啊，吃一顿。他保利他是零，哎，日月潭的阵阵，这个第二道红领了伊啊，就是火龙岭，那就无去啊。今仔日月潭讲，又好来讲，春夏秋冬，孩子都把他领下来，主要只有领春而已，夏就没了。那夏我们五号去，七号去。七号去说，那个四号五号连假被领光了，整个傻眼。
山上以后啊，啊，只能走台山回去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只有这里，不管什么其他也都要到这里。是啊，本来就只有台山上，因为这个是松柏岭山上啊，那就蛮凉。哎，这是一个洼地，没办法。下次我要坐到二水，然后骑松柏岭上去，下来直奔草原。太好！然后再切上去，坐林园的火车。园林。好，园林。然后再上去啊。啊，不然再切回来，也是累。看看，到时候再看看。可能要那个的，半年后了。这个拢无用啊。还好啊，好了，其实正确讲应该是两三个月后了，三月四月末了，后来就是五月啊。昨天我去找信中，信中跟我说你老是得罪人，我说啊有吗？笑了啊，一堆人了嘛，都不愿意找我带团。我说哇，好了好了，本来就不想带了，你靠得去，一堆得罪人。哇塞，没有人要找我们。啊。那我想说，你看罗斯的团，他妈的，大团的全部被吸引，他妈其他都弄了没丢了，就是啊。然后那在海参馆从来也没有找过我们，找过我了。啊。算了，你看我在，那我车里拢是坐什么船？他妈的要解说的啊，他妈的要走路的啊。啊，很多些船最喜欢轻松啊，我坐，我唔捌去坐，我唔捌坐过轻松。对啊，是不是？轻松都别人在带，他妈一样的钱干嘛？那么带小船的船，要借1500，自己要给。他又不用给老师妈写那些评论，有的没有的，妈带好了就好了，现在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妈的那个，妈海参馆一大堆，来去看看鱼，对不对？乌龙茶也是啊，乌龙茶也没有在写评语的。
其实你有中领，咱根本就唔免再确认人数。中领个别去各班去确认人数就好了。啊，我派中领送去，这就是补一寡有诶无诶。中领嘛是领一工诶钱。嗯。对，中领打付付门门票钱还得好啊，钱东还得好啊，哼。卡车啊，最近瘦了，瘦到没有屁股没有动。反正你驾驶的到底是头顶头前方，刚好我们照租的那个过去一点右转进去。嗯，再来一个。哦，两个大包车真有差。生态森林区，奇怪，这边不是都下坡吗？怎么还有上坡？乱讲，刚刚都是不下坡，我想等一下回来再说那一点，还上坡哎。啊，刚刚我们来的时候都很多下坡，好不好？好像是啊。
对啊，600公尺。哎哎，等来等来，去接去接去接。
来，我先看车，你先办。我进去看有没有那个平安补助。这是什么货？纪念币，你也不要讲。啊，现在可以怎么发的？1000块。这里哦。哦，加油。最好重飞，60K 的呢？真棒！咱今早在，也感到咱树林贵重物件，才应该先收